艺人诗雅出道多年，除了演艺事业取得成就，她的电商副业也发展有成。不过在感情方面却一直没有传出好消息。日前她在社群发文谈到自己单身长久的原因，直言不是自己太挑，而是如果有能力的话，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将就呢？她也透露，虽然自己有能力购买昂贵的奢侈品，但是如果有人愿意为她付出，她也会感到很开心。诗雅也发现很多人会以貌取人，认为她看起来很难亲近很难搞，让她愤怒直呼没种没实力是你的问题，没有了解过自己就不要随意评价。此外也有人说他不缺追求者，他则直言普妹才是最不缺追求者的人，但普妹并没有比较好搞定。诗雅自认可以自给自足，完全和普妹不是一类人，霸气十足又自爱的女王发言引起了网友们的认可，纷纷留言力挺他，希望他继续做自己就好。